很高兴加入高雄钢铁人，我觉得这是一支很年轻的球队，然后队上也有很多经验丰富的老大哥，像是真如哥啊、宜翔哥等，然后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学习的榜样，然后希望能够尽快融入球队。新球季目标我觉得是做好每一场防守，然后转化快攻，然后尽力帮助球队赢球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博豪，请支持我和高雄钢铁人。